接下来方程老师要讲解这个题目呢，是正方形的四边相等，而且四角相等。好，那这个所谓正方形，它的叙述是这样，那我们要求它的否定叙述啊，叙述是正方形的四边相等，而且四角相等，那求它的否定叙述。好，那它的否定叙述会长怎样？正方形就是指所有正方形，所有正方形否定就是至少有一个，至少有一个正方形，怎么样？这件事情不对，对不对？好，就这件事情不这样啊，不这样的话，意思是什么？四边相等，哎，正方形有几个边？四个边，所以四边都相等，意思就是所有的边都相等，懂吗？所有边相等的意思哦，是不是这样？四个边都相等，是不是所有边都相等？那它的否定呢？至少有一个边不相等，一个边怎么不相等？怪怪的。至少有两个不相等嘛，因为一个边没有办法不等，一个而已，一定是两个才能比较相不相等，所以至少有两个边不相等，对，然后你的且呢就改成或，改成或，那或什么？这件事情也不对，对，那这件事情不对是什么？至少有两个角不相等，好，这里是一样，至少有两个角呢不相等或者不等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？